哎呀，他又是一个，哦，就一个能在这个精神能看着呢。嗯。这个病啊。不是现在这个河的价格。哎呀，替大家给看啊。哦。嗯，可近了呢，实际上五六分钟就到了。嗯。嗯。真是一个小子挺不着。嗯。每个我挺好的呀，你俩。嗯。我这边还行。那个什么姐，我发现你喜欢吃甜食啊。我到那个连云，那个给你买点那个，那个点心。不，有家我不爱吃那个。你啊？不爱吃饼干那个点心就是。啊，我这不买饼干。嗯。他那个金陵有一个做糕点的那个厂子很有名，买这些。哎呦，不买那个了。给嘉欣。给你们那个谁？哎，这都给嘉兴银行买衣服了，这都装上了。原来入的点心，再个花果呢？你不要买了，我一会儿我买去就买。不要买了，不用，不好拿。啊，没事。这是好拿，值贵了，太沉了，都没人扶着我姥了，光提了东西。是吗？行，没事，不要。那得啥都有。也没什么好东西，这带着也没什么好货。不用买它。啥也不用买，我看看你，我妹妹，我妹夫好好的，孩子们都好，我都高兴了，放心了。都挺好的。嗯。那外甥，我那天说过了呢，你放心，大小子。哎，真是小子。嗯，很好。真是。穷了，你他一人儿跟谁脾气去？穷了没叫我生。不是你跟他修，差不多。挺好的，嗯。嗯，那都好。明天就回家了，今天溜达溜达，嗯，看看买点什么好吃特产啥的拿回去，要不能空手回去。就像嘉兴，就是的。嘉兴，咱们也买点吃。啊，咱们上哪块儿？上那边吧，应该。往那边走走去。啊。先往这边走走。到哪了？那个要给咱们买啥吃的？不让他买，不让他。大岁数了。那岁数花钱，直接。是的。给他们他俩一家那什么，给当人，当地他一家去买东西。那个馒头不就是我说那个吗？看看大家。啊，看看车。包装馒头，中间带眼儿那个，咋的？拿还不好拿。拿还不好拿，买少了不够干啥的，买多了太难拿了。是这中间带眼儿那种吗？这不有吗？好吃的馒头，给你买一个，你先吃着。拿两个。拉倒吧，刚吃完饭也不饿。那走吧。我看一眼，看一眼。没背书包吧？没有。这个怎么卖的？问斤的。嗯。你给我称点呗，称块钱就行。我看，我不能可一样买。那拿六个。多买几样，它挺沉的那个。啊，沉。它这个不是哈。啊。这粗细的不一样价是吗？咋一样？不要的。这都是鸡蛋面的。买粗的，买细的。买细的。你不干点啥？他们干什么？像。没个啥的。别说了。这个可是不好拿。这饼卷大葱吃的。这饼卷葱吃好吃。挺费事啊，这个哈。啊。这挺费事。真细的，挺费时，是不是？这东西有机器的吗？啥没？全都手工的。太多了，这东西机器代替不了。啊。
这个比我懒的厚吗？这个真花花。是个数大款。你看啥呢？女士衣服挺好看的。给你买一套。我就想穿。要不你打电话问问他。姓黑的。水饺、馄饨、烤生蚝、烤肉串，及各种套餐。暖和。转了一圈，买点吃的，买点衣服，明天就回家了，下午好好睡一觉。今天下午就好好补一觉。啊，告我老早点睡。啊，好好休息啊，然后你也好好睡一觉，吃完饭睡一觉，明天早上起大早。嗯。啊，你就送咱们，他也起早。那早走。啊，那不敢看看。嗯。走吧。走。